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文章来自斑马，不占朋友的便宜是一个人对待友情的顶级修养。一个摄影师吐槽，有个做活动认识的创业者找他给团队拍照，在问到预算后，对方不爽地说，我之前找朋友都是免费的呀，那你说该多少钱？朋友耐着性子给对方开了个报价，然后就没了下文。一问，朋友还说这么贵，不就是按按快门吗？他一脸懵逼，朋友之间就要免费吗？这是什么逻辑？朋友之间更要把钱讲清楚才是啊。亲兄弟明算账这件事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我一个学妹，当年是我们学校一个大神级女生 A 的迷妹。 A 能力很强，年纪轻轻拿下各种荣誉，自己成立一个 NGO， 还在博鳌论坛跟前最高领导人一起坐而论道过。当然学妹也很厉害，有非一般的组织能力，两个人志趣相投，后来学妹就成了她的好姐妹和左膀右臂，帮她招募志愿者、拉赞助、做活动，跑前跑后。一晃几年过去，我跟学妹吃饭聊到 A， 学妹脸上的崇拜褪去，隐藏其中的全是欲言又止的不屑。一问之下，原来 A 一直都在压缩用人成本，能免费绝不花钱，雇的全是廉价劳动力，极尽克扣之能事。至于学妹，这些年鞍前马后竟全是义务劳动，可能她觉得我们是朋友，所以才找我的吧。学妹撇撇嘴，这也就罢了，有熟人给了 A 一个摆明吃力不赚钱的项目， A 不想接又不愿意得罪人，转手就包给了学妹。学妹上手才发现这就是个坑，再牢不可破的友谊也经不住这样只出不进的考验。长此以往，两个人关系也就有了裂痕。谈钱伤感情，谈感情太伤钱，伤钱也就顺便伤了感情。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，总想占便宜的朋友不拉黑，难道还留着过年吗？有人看后问，那什么才是真朋友？有一个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有效的衡量标准，能彼此开诚布公的讲金。都说朋友之间讲心不讲金，于是你来我往的钱财交易就都成了一笔糊涂账。其实能把金讲清楚的才是真朋友。永远记住一件事，一个永远不跟你讲金的人也就不配跟你交心。往钱里说，讲金就是不占对方便宜，朋友归朋友，账目要分明，谁也经不起消耗。这个世界上能对你一直付出从不求回报的，恐怕也就你老爸和老妈了。所以涉及经济往来的，主动跟人家把钱算清楚，这其中包括与朋友之间的借款、购物以及劳务等。真遇到实心眼或者摸不开面儿、打死都不收的，想办法在以后通过其他形式还上。朋友之间怎么能收钱，是最扯淡的逻辑。一个真正的朋友应该有的逻辑是，反正怎么都要让人挣这笔钱，钱花给谁都是花，为什么不交给自己的朋友去挣呢？比如虽然我有几个好朋友每次出国都主动问我要带什么，但我一般并不找他们，而是转去找那些专做代购的朋友。因为对于不赚你钱的朋友来说，带东西是一种负担，耽误了人家旅行，我心里也有负担。而对做代购的朋友来说，买他们的东西就是一种关照，赚到钱他们开心，买到放心的东西我开心，彼此都开心。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开了个微店，我去一口气买了一大堆，他后来看见了说，你这么客气干嘛？你说喜欢啥我就送给你。我说千万别，既然是朋友，那朋友最该做的就是支持朋友，我花钱才是对你最好的支持。
我出书的时候，有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跑来找我要赠书，我最好的朋友每人默默承包了几十本。所以讲不讲心不是靠嘴说，落脚点还是在讲金上。往深里说，讲金就是肯带你一起赚钱，听上去简单，实际比什么都难。有的朋友让他陪你吃饭喝酒砍大山干啥都行，涉及到利益就翻脸。有的朋友找苦力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你，想要让他分钱给你，那就比割他的肉还难。还有的朋友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一夜挣100亿也没事儿，你实现个几百万的小目标他就能急红了眼。真有好事儿，宁肯便宜陌生人也不便宜自己朋友，越走得近越不能容忍比自己过得好。如果说浅层的经济往来考验的是做人的原则，深层的经济往来则是考验人性。原则的问题不算难，稍微体面点的人都能做得还不错，深层考验就难了，利益面前跟亲爹亲妈都能翻脸。一方面你挣10000我挣100的事儿明明是双赢，很多人都不愿意干，看着朋友比自己好实在是太煎熬，宁可都不赚，或者咱俩都赔，我赔100你赔10000，激动的恨不能出去放鞭炮。另一方面还要考量这个朋友是不是值得信赖，朋友加生意伙伴的双重身份叠加在一起，尴尬就尴尬在一旦玩完生意做不成，友情也玩完。所以选伙伴比选老公还难，谁也说不好，自己就能慧眼如炬。我认识一个做自媒体的女生，初做号时怎么都做不起来，看自己一个朋友做得风生水起，就跑去求合作，对方帮着做包装导流，把自己所有资源都介绍给他。后来号做起来了，人也翻脸不认账了，见谁跟谁说这个朋友坏话，最后成功逼走了对方。两个人十几年的情分为了点钱说完就完，这样的例子太多。所以不是好朋友别在一起赚钱，能在一起赚钱的友情才是最牢不可破的友情。所以与其让钱成为横亘在两人中间的敏感话题，还不如一开始就架到明面上。当然朋友的定义不同，往宽泛里说四海之内皆朋友，往严格说有些人玩得再好也只是熟人。